差两块钱。巧克力，是哦，反正那边同样都是 H。噔噔，哎呦，两块钱，两块钱。那我给你那个石头垫脚石。繁星挡住了。繁星，你可以去拿那个。啊，给我石头。我给了，我可以了。你在我后面。哎，这边好多铁，这边好多铁，快快快！我已经十块钱了，我上去了，我上去了。我要上楼了，我要上楼了。国王很多。哎，国王，你有石头？熟头，我要熟头。有。熟头。锄头，锄头，哎，这上个版本那会不会有烟火啊？没有，没有，还没上个版本就没有了吧？没有烟火，二零真的是，真的是哎，要什么没什么啊？对啊，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有很多很多很多，哎呀，不对，允约你是不是间谍？啊，我不是啊，难说。难说哦，国王，国王，我改变主意了，国王是谁？啊！赶快来挖黄金啊！啊！你在哪里啊？我在。然后奉献给国王就绝对没错了。陈宇，陈宇，快来挖掉他！我来了。哎，我们走了。有烟火！有烟火！有烟火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你走了，你走了。啊，这个版本多少钱啊？前面啊。那你去拿对方的烟火，前期版本哦，嗯，前期版本，对啊，波比还没被。哎，小雨这边又有一个，小雨让我上去。完了，我的石头不够多。小雨止住了，走。哎呦，赶快，你赶快去拿对方的，赚翻天了，削翻了。我这样下去感觉会摔死哎。中间都没有小岛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没有小岛的版本啊。哎，站得到吗？死了，太高了！来，好的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啊，不够！你有办法下吗？我有办法下啊，可是，你妈去，这里应该就够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刚血没有满。哎，哦，还是不行，哈哈哈。可是，繁星，你拿两边了吗？对，我拿两边了。我可以了，我可以挖到，我挖到了，我走了。挖铁挖，因为我们需要奴隶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嗯，来给你翅膀吗？有什么问题？先把装备升满。先升奴隶两层，你这样怪怪的哦。他升了，他升了，他升了，升了两层了。真的升有什么问题？有装备满的走出来。他应该去炸对方国啊。我要钱啊！看一下我多少钱好吗？三块钱。努力了，努力了，努力了，慢慢。那你自己用，慢慢挣，慢慢挣。那个翅膀给我，我去炸他们。好，我在小雨旁边。弟弟，你有小雨给我一块钱。好。好可怜了。来，烟火。也太可怜哦，是黄金。专业的炸药来啦。哦，是金砖。全部换炸弹。可以可以。哦，可以换稿子。嗯哼，哇！牛排，换稿子，有没有？高度不对吗？55啊？换稿子，炸坏他们！炸起来，炸起来，都可以炸。空袭警报！而且，对啊，这时候他们也没办法打我们啊。嗯，绝对不会死啊。除非自己摔死，应该也都在地底。对，他们在地底。嗯，刚开始也是在地底。想说趁他们有没有买装附魔的时候。对。那个杰克去拿没有拿的东西。他也想拿。可恶！太慢了，太慢了。慢了。还玩过空岛的。我看到哈记了，只是没带无敌就有点危险。叮叮叮！哇！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小雨。嗯，没关系。你什么都没看到？你看到了什么？快说你看到什么？我也想知道。黄金！哇！让我下下的黄金！哇！给你下下。又有了。被下下的黄金。我本来想说今天很累，我讲话都要用三分钟。阿基，我要炸你，阿基。
他就别跑了。嗯，就讲话很凶，笑玉，笑玉，你下面有晃镜，晃镜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凶？哎、欸，他就逃上去了，可恶！我觉得这样讲话很好玩、啊、我觉得最难是三神诶、欸，小鱼，他们全队都上来了，小鱼，那个就是什么金鱼化，这样也可以挡到，小小小笑。阿基，别走啊，阿基！可恶，我以后要常包布布上来了。为什么？布布是皇帝。有布布在，我多了300个人。大家是看布布啊！大家来看台主的啊！台主不在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他的饲料请自己赚。哇，不是啊，哎、欸，好歹你的还是布布是台主，我的是椅子是台主啊，超神秘的。椅子台主不错啊，椅子是台主很正常啊，很棒哎、欸，很神秘耶、欸。哎、欸，他们都不给我炸，小气巴拉的。他位置会动的，只剩下卫生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边跳海草舞哎、欸。哦，又差一点，太帅气。你脚下、啊、小雨，你好机油穿。给炸一下啦，哈基，小气鬼。哇哦！哇哦！隐约快要哦，隐约哎哎哎啊！火荒人的翅膀的 bug 怎么了？你没关系，我烟火还留着。发生什么事？他把翅膀弄不见了。繁星，繁星，你先飞过来，我给你烟火。你给我烟火，你给我烟火吗？哈、啊，我回不去了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对面这里，你飞过来，我给你烟火，我没翅膀了。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我。至少烟火最强的烟火还在，最强的烟火63个，六十三个。在你后面，在你后面。没有，那是那不是啊？在给你给你。没有没有，是不是？往上爬。各位观众，我想说要打架。哦，我好哦。努力三等。没关系，至少还有烟火。哎，滚团来喽！玩玩哦，玩玩。阿基一直在跑哎、欸，阿基这样很不优哎、欸。差点把团团推下去，啊，炸不死他，通通推倒，一点点，对啊，还点。他可能想要拿那个中间的，可是他挖去我们家下面。哦。他可能想要炸我们哦，要小心。嗯，小心啊！我这边没办法炸死光，可惜了。我们的里长，小心啊！里长啊，里长在爽，他在爽，他要爽一次了。哇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家弄得坑坑巴巴。换我来了。换人了。金刚不坏。坏，还有什么可以升的？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升的。干嘛啦？刚刚有啊，你可以升那个啊，嗯，保险箱啊，保险箱没有升，保险箱还好大啊。哦，有黄金。哦，怎么爆炸声？我在炸虫。小心哦，要那个、哦、开战哦，在20秒钟。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、欸，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嗯，哦，还剩几块、啊？中间，中间，他们要抢抢中间。刚刚下去了，放个天眼，刚刚下去了。为、欸、什么？啊，我们我下去了。好，哎、欸，能玩到吗？睡睡睡。刚发光还有那个，哈、啊，真的吗？对，我差点，哦、我差点狂摔，你知道吗？从山顶上慢慢滚下去那种。他讲说我用个发光，哎、欸，那个很刺激哦，2000分哦。啊，为什么我会受影响？不知道。挖了，挖挖挖挖挖挖，挖挖挖，哦，我们团团过来了。色的，哦，欸、色的。锁链装跟你打，哎呦干掉了！小心小心哦！给我石头。吃的在箱子里。好哦，我想喝钱。
啊，再去挖矿了。哎呦，该挖了，该挖。我等一下小心哦，他们都会想要来哦。刚刚团团就来了，不过我干掉他。没事没事。不会。团团现在没发光了，给他死过了。丢垃圾，丢垃圾。可以隐藏了。哇哇！来给小雨一点石头，一个两个，有一点钱了，好。起来挖起来！73，找基本装备可以去弄。我这边真的是用最多钱，然后去炸那个虫最快。真的，我等一下就要去炸虫了。好。先让我收集一点石头。刚刚炸了剩脖子。收集石头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啊！哎、啊欸，你在哪？啊！我们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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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家。楼上，楼下。对，楼上，楼上，父母那边。楼上，楼上，楼上。哦，灭亡了！他跳出去了，他跳出去了。石头没捡，他石头没捡，他石头没捡。他在中间，他在中间。你是被队友打，敌人打还是队友打？当然是被敌人打。我们的石头还在家里，还在家，还在家。可是他把我的装备上面上面上面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他那分数没赚到，我还在。对有，他可能太着急了。你是被谁杀、啊？团团。哦。哇，凶暴。对他没发光。有牛牛排在我身上，好吃，美味。应该跟你一样的事情。他傻乎乎。啊，他们要强化喽。有这不会强化，这不会强化，复活不会。可丽翅膀没了啦！为什么？你也一样？我跟你，我刚一直记得说我升装备的时候拿下，我忘记了。没关系啊，那真的很容易。难过。没有，这时候就说恶灵哦，你看你旧的地图多雷啊！哦，都不改吧？不对，有改有改有改，可改了之后那个 bug 不知道还在不在？掉了，也不好说。啊，应该要有防呆提示之类的。对呀、啊，防呆提示有点难做吧？那作者真的是吼，火兵，这不能怪作者啊！防呆提示也太难做了吧？超难，硬要怪。哎、欸，小雨你在家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在家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商人前面。你去那个拿箱子的烟火防身。哦哦一百，有人如果在地洞接近你的话，你就狂放烟火那种伤害，你的血量一定比他多。哎、欸，可是你那个烟火是有效果的吗？可是烟火会炸到自己不是？对、欸，那不会爆、哦，好吧？要有那个效果的烟火、啊。对，要有效果。哎、欸，哈记他们，哈记现在在上面哦，我会在抓他位置。好，他在地表，他在地表。好穷哦。努力是不是差一级 啊？被看到了，被看到了。努力努力满了，努力满了。你有盾啊？有盾了不起，有盾了不起，可恶！有盾，没有盾。哇，还有弓，你怎么什么都有啊？弓这么多。哦，小雨是间谍哦。小雨是国王送的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还想说用免洗去乱，然后慢慢存钱。抱歉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炸一波了。他们现在五个人都在他们家。有看到，而且不太能过去。那一把弓哦，真的不知道谁给的。强力二，强力二中。外伤外伤。国王怎么两场都在当间谍啊？对啊。不是啊，你看我这场乖乖站在家里喽。完全没出家门哦。嗯，要有警觉心啊。哎，那突然从上面下来，我哪有办法的？好，继续来挖。没关系，我们存一波大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往下一挖一层了，这样很大。等一下石头够多。